刚才用的是六空的技巧，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不知哪里偷学来的半吊子吧。啊，不好，连屏根本没有挡住，这剑气，司空侠，很久没见了。白心猿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今天是来偿命的吧？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这些也是蜡像吗？也算是吧。南宫掌门的爱好，实在不敢恭维。其实也不是爱好了，这些都是道具而已。道具？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将别人当成道具吗？我自己又何尝不是道具呢？海丽，刚刚在教堂外的事，何必在意外面的海丽？或者是这里的海力，抛却肉身与灵魂，我才看清什么是该要做的。小曼，你呢？又有怎样的觉悟？我……你的怜悯，你的软弱，能救得了你身边的人吗？我……你的紫罗流星伞原本就是机巧门紫雷法的分支绝技，咱们之间是有渊源的。现在我传授整套紫雷法于你，你短时间内就能操控这套威力强大的玉狂双子。不过这种速成法很有可能会伤及你的斗魂，你可愿一试？我不要啊。想好了吗？嗯。白心远，刚才那小子的气劲招式也是你教的吧？自己学的时候吊儿郎当，还好意思教别人？所以才教一些六空的皮毛招式而已啊。
做人大方点嘛。你那么潇洒的天宗剑法不也是我教你的？当年两大门派结盟，和和气气的交流武艺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少跟我提当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他们有危险，大总，你还有邪功夫管别人吗？阿乔，欠你的我肯定会还，只是希望你明白自己现在所做的是与非。我不在乎是与非，我只要清算当年的仇与债。好，我今天就还你，只希望你能够就此罢手。就凭你，你的命还不够啊！赶紧过来这边。又杀出个什么程咬金呢？星远哥，对不起，还是把你卷进来了。你先找个机会撤离吧，我和胖子再顶一下，找到小曼后就跟上去找你。你刚刚受到气脉攻击，就不要乱来了，还说要找小曼，赶紧看看该往哪里逃吧。那是，哎，山峰，你刚刚说找谁？小曼吗？这个小妞到底什么来头？看着应该不是机枪的掌门。不过也没人见过机巧门那个阴森家伙的真面目。紫雷法，看这个小姑娘的年纪和灵气，按道理不可能学会这种上乘秘法。机巧门确实诡秘，不知这位是不是山峰经常提起的小曼姑娘？是的，我想您应该就是山峰提起的大东哥吧。山峰那小子眼光很不错嘛。那小子老说担心你，不过今天看来倒是要反过来美女救英雄了。大东哥见笑了，机巧门今日遭逢劫难，大东哥舍命相助，大恩不言谢。其实我也帮不上什么，眼下还是尽力赶跑那些家伙吧。喂喂喂，你们不要聊得太开心，要聊去地府聊，给我上。小曼，先等等。居然是紫雷法，看来想静静的看戏也不行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的玩具可都要玩坏了。陈无破给的那玩具也不顶用。不是我的玩具不顶用，是那个小丫头有点本事。无破兄也来了呀，说得对，说得对。那石掌门就去和那大块头玩玩，我和小哥哥看看那丫头到底有多少斤两。这丫头果然只是硬撑着使用紫雷法，这下你可逃不了了。
掌门。小曼，不要太勉强，这里不是拼死的地方，灵气和紫雷法还要慢慢适应。非战斗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了，你找机会带其他人离开吧。好的，掌门。这位又是谁呢？在下机巧门掌门，几位客人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没想到掌门如此好客。几位其实有话可以好好说，何必一来到就大开杀戒的样子？两个男人对一个小女孩动手，也说不过去呀。这个掌门，你可就不能装傻了。你的小女孩可是弄坏了我不少心爱的玩具，你这个当掌门的也老是暗中给我们找麻烦，今天可得好好的回敬才行。大东哥，我们赶紧撤离吧，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。我已经没有离开的必要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大东哥，你这是？小曼姑娘，这个灵气请代我保管，就交给山峰吧。大东哥的心意我明白了。竟敢弄伤我的脸，看我怎么将你剁成肉碎。想护肤的话还是少生气为妙。你还是小哥哥知我心，咱们就联手解决他吧。机巧门的掌门就这么弱吗？只是个机巧傀儡而已，做事还真够偷偷摸摸的。拿命来，干掉他们！山峰，你们快走！什么？燃魂？小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先撤离吧。大家快过来，我准备好一地硬了。土豆，你也来了。土豆，你先做好施法准备，我去把东哥带过来。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土豆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土豆，你放手！李大东用了燃魂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山峰，你冷静点。山峰，不要过去了，你就打算用你的冲动去糟蹋别人用命给你换来的机会吗？行吧，你是说大东哥已经……大东哥。可惜了，石掌门看来还是气愤难泄呀。少管我。小曼，那个，怎么了？以前你是这么腼腆的吗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总觉得小曼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变漂亮了？当然了，
反正很多方面都变了，特别是小曼变得那么强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保护你了。不过又有另一种莫名的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来路不明的力量。这可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力量，我可是跟着掌门修炼了很久的。是吗？技巧门的掌门好像挺厉害的，就是神秘了点，难怪你进步得这么快。又或许是我落后得太快吧。山峰，你一直都很努力的，怎么会落后呢？努力有什么用？想要改变的还是止步不前，想要完成的一件都做不到。我也能体会这种感觉，不过即使今天做不到，只要能活下去，总有一天能做到的。所以山峰，答应我不要再冲动行事了。嗯，对了，孤鹰兵团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？虽然受到些打击，不过还是在正常运作，后面还有新的任务呢。有什么任务？我们要去无法山，也许能在那儿碰到明月呢。明月？嗯，之前一直有拜托雇佣兵团留意明月的消息，有线报说好像发现明月也在向无法山的方向行进。嗯，如果能找到明月就好了。小曼妹妹，打扰一下。是星远哥，什么事儿？我觉得你之前用的兵器挺特别的，总有种熟悉的感觉，想要再详细了解一下。哦，星远哥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，不过星远哥也要帮我保守个小秘密哦。这里就是无法山飘渺，梦想已风干回忆。
点亮你我的长足。